我又来吃草了，姐妹们，自从有了这个沙拉汁儿，就算吃这种菜叶子我也不会觉得枯燥乏味了。这一瓶已经被我吃光了，没事我就弄点这个小菜一拌，太好吃了。今天里面放的依然是鸡蛋，有条件的放点大虾、西兰花。太好吃了，里面还添加了奇亚籽。而且给咱们做的都是零蔗糖的，他太了解咱们了。现在我家拌小凉菜直接就用它了，特别好吃，大人孩子都爱吃。我都不敢想这么大一碗的沙拉，如果你去店里买得要多少钱。连我闺女那个平时那么不爱吃蔬菜的，她都能吃很多。可见这个沙拉有多么的受欢迎。我本人年少的时候比较年少无知，去店里不知道花了多少冤枉钱。厂家现在做活动，个位数到时候给咱们发两罐，而且一罐是180克的，能薅咱们多薅几袋，咱们多囤上点，以后夏天咱们会经常吃这种沙拉的，特别的爽口又好吃。